我是小豆蔻。今天呢，要给大家录一个汉服送我的穿着教程。其实很多汉服的内搭会做成可调节的吊带，因为这样真的大大的方便了穿着。但也有的呢，会选择保留它原汁原味的样子，比如说墨者这套的送我。那这个送我的穿着，对于萌新来说，可能收到的时候就会，哦，你是不是只给我寄了块布料啊？完全可以理解，因为虽然送我有时候看起来真的很像一块桌布。谁再要穿在身上也不知往何处安放，这样这么长，这样还是这样。其实他的穿着啊并不难，接下来呢就是正经的教学时间。我先把衣服脱了，干嘛给我打码？老娘又不是没穿衣服。对，我已经穿好了一件送我，接下来给大家展示送我叠穿。我们看到送我呢，它的中间都会有一个这样的小褶，你就知道它是要对在你胸前的最正中的地方了。它的长度确实很长，通常会在你的身体呢绕一圈半左右，所以呢你先对准这个中间，完了之后把它们交叉，绕到交接的地方的时候呢，后面这片给它从上面拿出来，留出可以翻转下来的余地，再过去，再从后面拉过来。其实只要把多出来这片呢往下一褶，这里呢就平了，这是正常简单围过来的样子。这一块呢则是从里面抽出来往下翻褶之后形成的这个形状。这两根绳子呢我们在胸前打一个结，蝴蝶结。OK 啊，这一层呢是可以翻下来的，你可以把蝴蝶结藏在里边，藏完之后就只剩下两根小绳，就是这个样子的。我把里面那件脱一下。